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分析一下这个台港澳版明天要开的活动，叫做没有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我就直接的告诉大家，这个活动大家绝对不能错过，你知道吗？这可能是 CF 开服这五年来第二次办这个活动，所以拜托大家这个活动绝对不能错过。这个转蛋池啊，我就已经一律推荐，只要有蛋池哦，就是100%抽爆它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开玩笑的，但是不过就是。哎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导致又没有公告了啦。但是就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又有啥难言之隐呢、啊？那我们就，我想应该再晚一点吧，不然就可能要到明天中午才会有公告了啦。那就反正就到时候再看看，大概会出啥啦。反正如果拖到现在还没有东西出，就代表应该是原定计划出个大爆炸，所以可能我猜啦，可能会随便抓个东西复刻出来吧。不然的话，我想。应该会绕塞啦，对，所以我就随便猜，应该可能会复什么，可能复刻小活动之类，因为感觉就是要弄什么，感觉没有弄出来的感觉啦，就这样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今天影片就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，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